金典老师，你好，你好啊！文辉老师，你好，你好，还有平台上的老师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哇，我们今天很幸运，你这里有一个新的脸孔啊，来可以介绍给我们啊，给我们大家可以认识他。真的很高兴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快乐优生活哈。今天我是带了我的小宝贝过来哈，他叫凯怡，凯怡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晚上好。你好，凯怡。哦，线上的很多都给你刷上鲜花掌声。谢谢大家的鲜花掌声哈。还有就是凯怡今年刚好18岁啊，因为最近他就是考试嘛，所以呢就是不是很勤劳的护肤，所以呢自己也会做一些保湿面膜啊、清洁面膜都会在做，因为压力大，他说最近压力大啊，因为考试了，所以就会脸上也长了一些小痘痘，他说，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都说嘛，就是女人呐、总是要美丽，要保养，不是从老了才保养哈。对，那今晚凯怡就有机会通过妈妈的这专业来，可以好好的就是跟你这边感受体验一下你的这边的护肤保养是吧？对对，他说他太好了，感觉也太好了。他说好久妈妈没有跟他摸脸了。对，是。所以不简单，因为要面对学业的这边的应付嘛，准备的这个正式的考试是吧？也在很快，然后今天可以来个脸部放松，哇，好有福气哦！那我们迫不及待，就等着心理师你这边的今天跟我们分享是哪一款的这个美容的这个单品啊？对，是我们的那个这就是最新的升级版的那个卸妆乳嘛，就是我们的雅姿红番奇亚籽的那个卸妆乳嘛。我不知道大家有用过这款产品吗？或者是有没有想过我们每次就是洗脸之前是不是要卸妆呢？有很多人就是没有做好他的第一步。其实卸妆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如果哈你不做好你的卸妆哈，那你抹上即使一万块钱一瓶的那个乳液啊，它都会或者是擦了多少层的那个精华，都没有用啊，都没有用。所以呢这样的它会就是，而且呢这个呢它会把我们这些螨虫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知道我们脸上会有螨虫是看不到的哦。我们会如果不洗脸的话，我们把那个螨虫啊，不卸妆的话，螨虫会养得胖胖的，但有些人说你说听起来这个也挺恐怖的。那个我曾经在那个通过一个这个皮肤专家有聊到这个螨虫的，确实是我们一般人肉眼看不到的，要通过显微镜的。哇，心理老师你这边提出来，大家都在洗耳恭听。而且呢，如果有些人说我不要用那个产品，也不会不用就是不会让那个螨虫养得肥肥胖胖嘛，就我什么都不用哈那你什么都不用的话，那你的那个螨虫就会吃你的皮肤的胶原蛋白哈，它就会吃你的皮肤的胶原蛋白，那你就会很快的变成衰老的现象出来了，而且皱纹也会出来了，所以抗衰老呢，只是不是用好的化妆品、彩妆、护肤品而已，所以
所以最好的就是第一步，我们的卸妆乳，待会我会给大家示范一种，因为我今天我不讲产品的成分啊什么的，我只希望我的这个示范可以让大家感觉到这款产品你值不值得用，是不是？不用了你会不？你用了你会不会有更好的一个感觉，或者不用你会后悔？哦，好的，我在心理老师这边跟我们这边会用在凯怡的脸上，对吧？这一款的单对，啊，那心理老师能不能这款单品进在放在镜子？对，这款我们的红番茄子的卸妆乳，大家看到吗？嗯，看到，所看以到哈？看得出心理老师你用了但已经是。有三分之二了，是吧？天天你都对，是想我用的。是早晚一定用，我哦，不早是，晚。不管你有没有化妆，不管你有没有化妆哦，你想早晨起来的时候，很多人说我早晨起来都不用洗脸了，哦，也不用，没有化妆，也不用卸妆嘛，哦，但是呢，你刚才有没有听到我说的？你们不做的话，就是你的那个螨虫啊，因为我们螨虫。睡觉的时候都会在，这个是我们我先用这个我们的那个也眼唇存卸的，妆液啊，眼唇卸妆液，就是因为它脸和唇部的那个皮肤呢是比较细腻的啊，所以呢用的产品在我们的脸部、唇部呢，都会比较更柔和、温和的那种。哦，那可怡今天是有化一个淡妆吗？还是没之前？有，哦，全你素颜。看，哦，那好它好。是没有化妆素颜，哦，这款的这这个眼，款呢，嗯哼，这款呢，我们不需要这样子去搓我们的那个卸妆的卸妆液哈，我们只是这样子轻轻的按上去哈，然后1分钟我们就可以拿出来。如果是有那个妆，就有妆容的啊，哦，或者是已经有妆容这边的，你会看到会黄黄这些我们彩妆的东西，可是这边它没有，它只是有一点油垢这样子，油垢哈，对，油我垢个人哈。也非常喜欢用它来卸这个眼部的这个彩妆啊，非常的，而且是不用过水的呢，这一款是吧？对，很轻松的就帮你，就是分解掉你的那些彩妆的那些痕迹，哈、哦。所以呢，这边呢，我就放下嘴边哇，这整个边，唇部的这一边直播间的朋也友有是，学到吧？啊，也是要对，好好的。不要这样子搓，这样子搓，那你的皱纹就这边长，那边长出来了，啊、哦。嗯，有也些是人就说，为什么？啊，我涂了眼霜或者是做了什么都会长皱纹啊，这个手法也是要知道啊，啊，太棒了，太棒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护肤法，就是可以，就是对有延缓这个脸部的这个衰老的，那这个一定学起来实用哦。而且这个我就涂那个它的卸妆乳哈。卸妆乳呢？我不知道。有老师说，用那个棉花放到棉花上就可以卸掉了。对，表面的你卸掉了，表面的你卸掉了哈。现在我是可是还是建议像心理老师这样子用手吧，哈，这个手我是的，敷上去放它2分钟。好、哦，放它2分钟，你知道为什么吗？它会从我们的那个皮肤里面的那些深层的毛孔里面的那些污垢还有就是油垢什么的，它会慢慢的解放出来，就分解出来啊、哦。然后会你做一个对解。2分钟后呢，你过后你要用我们的这个卸妆乳的话，你会发觉到，得待会给大家
变一个魔术，什么垃圾出来了，它是早晚都有洗脸。可是我因为这个情况呢，我想，小兰的那天也带了一个朋友，就到我家来，就做了这个，就做了这个我们的卸妆乳哈，就把它涂上去两分钟后，我再把它就是按摩式的去把它慢慢的就是去啊小小圈啊，就这样子哈，就我们呢不要好像从中间这样子搓，我们叫这边搓，从旁边这边搓哈，因为这样子搓呢就会长横竖纹，所以呢我们这边往上哈，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皮肤就会往上提拉哈哈。哇，学大妈直播间的朋友，这边的心理老师从太阳穴这里往内额头的往上由外往内哈、哦，而且这是圈圈是这向上的是吧？对，往上就是让我们的皮肤都会提拉，不会有个细纹的皱纹这样子长乱长。然后呢，我们在脸部这边呢，不管是涂眼霜或者是涂洗眼霜这边哈，我们都是逆时钟哈啊，涂眼霜也是哈，要不然呢，很多人就在这边按啊，这边，然后在这边去喝这样子哈，所以你的。你这边也喜欢用这个第三跟第四个的这个来做一个推广是吧？对，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我是很顺这样子顺过去的。对，千万不要用你的食指啊，食指的力度很强，对吧？但是很轻的哦，但是它的感觉是推动的啊。凯姨一定很觉得很舒服，好放松，因为这种的按摩在脸上的按摩，谁不喜欢？喜欢的朋友快点刷上666啊！这个太容易啊，可以在家自己来一个这个给皮肤嘛，这好好的一个排出污垢啊，然后毛孔里面啊不允许它停留任何残留的，要不然再贵的保养品都不能好好吸收、啊、哇，直播间的好多都666学起来了、啊、这个方法又简单是吧，首先是先敷两分钟、然后呢其实我、对，先敷两分钟、哦、两分钟、然后呢你在这边洗鼻子这边呢你就往上也是往上这样子、哦在这边呢就是很轻的，要不然你看到我好像在很多人是不是要大力按哦 ，no， 就是轻轻的这样子推，然后呢，在这边啊、哦，这边哦，对，那个因为这边是我们的那个鼻沟是吗？我们叫什么？我们的鼻翼是吧？鼻翼啊，鼻翼，鼻翼这边呢很容易藏那些。藏污纳垢是吧？啊，别忘记我们这款的卸妆乳本身的质地都是很柔滑的，所以就是我们防止推的话，绝对是一级的享受。昨天我自己也在浴室里面狠狠的爱自己的肌肤，很舒服，很舒服。而且我发现到哦，这个凯姨她是代表这个我们的青春组嘛，那我发现到我本身是属于干性肌肤的。我就发现到这一款的卸妆乳啊很合适，这个当如果说最近英国的阳光也挺丰富的，如果不小心你想接触户外的阳光多了，可是肌肤嘛在这个交替的季节啊会有一些少许的状况，我觉得卸妆乳呢在这个时候晚上啊它会很轻柔又很温和，同时有兼顾到就是如果是敏感的肌肤啊也合适，不管
就算我这个干性肌肤也是觉得好舒服啊，我觉得敏感肌肤也可以用上这一款，是吗，心理老师？是的。所以如果说那个有这个油性肌肤的呢，还是长这个有暗疮的这个困扰的朋友，他们也可以用同样的这个卸妆乳的这种的方式来这个做这个为了不让免长这个不要的这个螨虫嘛，是吧？对。可是呢，你如果是磕那些已经那些磕痘啊，那些痘痘呢已经是长得脓泡的啊，脓泡的，或者是有一些那些长出来有血迹的那些呢，那就要小心。你涂上去的时候，你不要这样搓，你就让它把一些脏东西出来。然后呢，你也不要去弄，就是用纸巾这样子轻轻的抹一抹它啊。这样子的话它就会不会一直有。我现在感觉到那些东西都在外面出来了。这边看不到。哇，这个就是心理老师说感觉有颗粒是吧？讲说就算我们梳理东西在上面啊。你看你可以给。看得到镜头哈，它是有这种颗粒是吧？就脏东西呀、啊，这些污垢啊，或者是角质层啊，或者是皮呀、啊，都会长出来的。然后它你一直搓的时候，你会越搓越多东西。好，越搓你看，这些都是出来的东西。哇，这个卸妆乳看到吗？哦，我不知道看得到吗？没事，因为你说出的那个感觉，我相信我们都可以这个去体验一下这款产品啊。哦，有这个有没有？看到了，有看到吗？就是在卸妆乳把这不卸妆乳，你看他都没有化妆啊，嗯哼，是不是没有化妆啊？他就会把这些东西就渗透出来了嘛。哦，对我们每个人的皮肤，尤其是脸，都是在空气嘛。都不知道，就是这样子的话，一整天下来，这卸妆乳，所以早晚这个心理老师建议用一次嘛。那我们这里要搓揉多久啊？这个动作，直到没有，如果你是讲要搓多久哈、啊？其实我们两分钟的时候，我刚才没有放到两分钟，所以就搓久了才会出来。你看现在就一直。很多很多的东西出来了，哦，这样子可以说也是帮助到去除这皮肤的角质嘛，顺便哈、哦，是脏东西耶，脏东西跟死皮啦，哦，看到吗？脏东西啊，一款卸妆乳就可以让我们就在家里面也可以做到一个美容这个护肤的这效果啊，所以我们所以把这卸妆乳赶紧带回家啊，然后呢。可以体验，不管家里的有青春期的小朋友，然后呢，或者就是来美，只要你觉得这个肌肤多一道这个卸妆啊，卸妆把脸把洗得干干净净，才来把精华液给整个脸。嗯哼，我拍一下，那整个脸的脏东西，拍一下。这个你说搓，因为这个卸妆乳本身是带白的嘛，是吧？自己是白色的嘛，是白色的，它是白色乳液，但是呢它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出来哈、非常多，等下会我会发给微信上的哈。好，这样子我就把它就是，可是我们洗脸的时候哈、我是讲我都是这样子的手法，这样子的手法。我都往这边上面拉上去、洗脸搓出过后，接下来紧接着就给脸部做一个提的这个小动作是吧？没有，就是讲我洗要洗的时候，我就是还是有一大堆的东西上来，是、因为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一定要有这个、就是
步骤啊，洗脸的步骤，很多人洗脸的步骤呢，他们就是啊，就这样搓，然后就是啊这样子，或者是点点点啊，点点点啊这样子的。其实你要想，你要做一个有效果的歪脸的话，那你就待会你就会看到你的怎么样去让人家歪脸啊。好的，那心理老师，我们这边这个非常这个幸运的能可以跟你这边学到这一款用卸妆液如何让自己的毛细孔彻底的干洗得干干净净，不让螨虫有机会在我们的脸上停留。那心理老师，是不是抹掉过后是用清水吗？还是直接用这个一般自己用的这个洗脸呢？对，就清水，然后就可以抹，就是我用海绵抹掉哈。然后呢，你大家有没有看到我女儿的脸是不是歪边的？就是她的那个的法令纹啊，有没有提上了？这个 V 了 V 字，有没有提上？有。有没有？一个是在。哇，又能做到这个这个我们护脸可以按摩到让自己脸成 V 脸啊，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值得学起来的这个护肤保养卸妆乳哦，就用这卸妆乳这款。所以抹了过后，心理老师，我们这边就是正常的回去你的这个洁脸，然后对，就是你就是抹了这个把这个肮脏洗掉之后呢，然后你就用洗面奶。哦，好的，那心理老师好吗？非常好，谢谢你这边凯姨这里你觉得怎么样？跟我们说一下，舒服？舒服，妈咪做的很舒服，然后有干净的感觉。然后提亮是吧？感觉有提亮是吧？镜子这边，有没有看到他的那个？那你女儿本身就是属于中性肌肤是吧？混合性皮肤。混合性皮肤。哦，好的。那我们这边借用直播间的每位朋友，再次感谢Cindy老师。